I am Dr. Wang Huisheng. Hand washing is crucial to preventing COVID-19. It can protect us and stop transmission by the hands. When outside with no access to water, you can use hand sanitizers with 60% to 80% alcohol to disinfect your hands. Remember, apply sufficient sanitizer. Wash hands properly. Palms, backs of hands, between fingers, fingertips, wrists and other areas. Scrub for at least 20 to 30 seconds to ensure hands are clean. As a reminder, when visiting a health facility or public space, when using public transport, before eating, and when donning a face mask, you must clean your hands correctly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keep disease away.投资朋友，大家好，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周末了啊。那我想呢，今天这个行情啊还是很好了，还是很好。虽然说整个大盘啊没有那么强啊，但是这种盘我是觉得是大家所喜欢的嘛，对不对？啊，有时候就涨个台积电，涨个20块，或者涨个两三百点啊，几大堆股票也无起啊，哦，那种盘你也不会喜欢，对不对？那像这种盘，对不对？对，这很好啊，这样子对不对？大家都起，对不？啊，台积电不起，对不？那当然，这个台湾的股票啊，说句实在话，你就是不能单看指数了。哦，你不能单看指数，你要看很多的一些东西啊。你如果只看指数啊，那当然你就不觉得好。哦，但是你看个股，那可能有的已经这个涨很多了，已经起足多啊了哈。那当然，我陈老师，我在之前我一直跟你谈到过啊，我昨天我还是跟你讲 ，IC 设计会大爆发 ，IC 设计会大爆发啊！你我一直送你这样的东西，你不来拿我也没办法，是不是？我昨天还送你两只 IC 设计，我说你一定要来索取啊！我叫你打电话，你就赶快打了啊！你不要管说今天哪一只 IC 设计大爆发，我相信很多了，好不好？那当然，下礼拜一样的，还是要很注意 IC 设计，还要轮流大涨哦。因为 IC 设计这个族群，说句实在话，这个大家会轮流动啊，它动高价动一动变成中价，中价动一动变低价，啊，会轮流一直动哦。所以说 IC 设计这个族群一涨起来的话，感觉上是非常的厉害的哦。当然，你就把握住一个轮动的态势就好了。哦，一个轮动的态。当然，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谈到很多的股票了。其实说有一些股票，你可能你早你就卖掉了，哦，你很早你就卖掉了，对不对？这个就不用再讲，对不对？我早就跟你讲黄崇仁的想法嘛。哦，我已经跟你谈到过，你不要去管艾普，他业绩多好。对，我这样讲你就懂了嘛。以前历经业绩也很好，20年前历经好到，对不对？后来又下市了，对，你不要去管。那我就跟你讲，反正怎么样，这一次再来啊，黄崇仁一定不甘寂寞了。哦，你只要注意到黄崇仁想干什么啊，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怎么样？他的目标就是要我还要再上1000呢。哦，我认为啦，所以你拉回来都要注意的啊。我讲话很清楚啊。哦，就是他就是还想再上1000，所以你认为他现在就一分为二嘛，所以说你看艾普现在也才400多块嘛，对不对？500块，当然他会震荡一下，但是他就想要再1000呢，再来，再这一次他要想要再来1000元了。哦，我这样讲就知道了。哦，所以说呢，你有时候你点出过你不敢买，你说这是要怎么办，就买板的。当然有的人说陈老师啊，我喜欢买传产，我不是说传产不会涨，我陈老师我已经跟大家谈过好几次了，就是说其实传产生技都一样的道理。你看每次当传产在大涨的时候，当生技在大涨的时候，
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嘛，对不对？台湾的大盘就较歹，哦，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嘛。所以涨到电子，尤其涨到 IC 设计这一部分，大家的信心度，大家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它的一个盘势的一个结构，它是比较紧实嘛。所以有时候你看，像之前你看涨到航运、涨到钢铁、涨到这个甚至生技，尤其涨生技，你会发觉不是说生技不好。很多人其实爱买生技，当然生技基本上有很多你说看业绩是很赚钱的，但是生技类股怎么样，你几乎看到每次生技类股在大涨的时候，大盘那一天没有跌100点200点以上不可能啊。所以有时候大盘在跌100点200点的时候，那个生技就是全面大涨，哦，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嘛。所以我已经跟你谈到过，不是说我今天单看某一只股票嘛。啊，生技股里面当然它有很多业绩好的人，就是说啊，我看业绩啊，生技类股里面有一些业绩比电子股还好，你看那 EPS 有了几十块耶，那你说它为什么不涨？所以我就跟你谈到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嘛。所以你今天你一样的看传产股，你说钢铁也好，造纸也好，很多人之前买啊，这个塑化也好，甚至买纺织也好啊，喊得要死要活，那现在说句实话都回来做电子了。只是说我跟你谈到过，就是说你今天你传产你去的时候，你大盘就没去那追嘛。所以当传产在涨的时候，不是它不会涨，很多传产的业绩也比电子好，很多生技股的业绩也比电子好，但是你刚光看那个业绩，你光看本益比，当然它更值得比电子更值得买，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它就没人缘了。所以我跟你常跟你讲说，今天不是说台大、清大、交大毕业的，对不对？他就一定会赚大钱嘛。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谈这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很多东西就是爱有人缘的。哦，我陈老师常讲这一句话。所以我今天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你看看这个特斯拉，这个马斯克，哦 ，Musk， 你看看哦，你不要看他现在是世界首富。对不对？你不要说啊，这电动车了，特斯拉，你看这个马斯克，他在这一年当中，他的股价特斯拉从100块美金，现在涨到快1000块了，这不是台币100块涨到1000块哦，它是美金哦，你乘以30倍哦，所以马斯克他在这一年他的财富，我跟你讲，郭台铭干了30年，马斯克一年就把他干掉，这什么概念？我这样讲你就懂了吧。所以今天不是说基本面那么简单呢、啊，马斯克我的五郎言呢，我们讲就这样子嘛。我这样讲你懂吗？马斯克，你看看他一年，他在这一年当中，他的特斯拉从去年底吧，对不对？特斯拉本来从100块，现在飙到快1000块，而且他是美金哦。那你想想看，特斯拉的财富的增加，他现在变成世界首富，他只花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他就把人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巴菲特，经营了几十年的这个比尔盖茨，经营了几十年的郭董，经营了几十年才变首富的这种地位，他一年到两年就把人家干掉，而且马上他的财富比郭董增加几十倍了。所以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我跟你讲，你懂吗？你要你逼你逼我啦，你够急，你每次还被逼，你是逼无的啊！我这样讲，你就懂我讲的意思吗？所以说，哎，让周杰伦赚很多钱，那要是跟马斯克比起来，那当个屁，对不对？他可能零头一天赚的零，马斯克一天赚的零头都比周董这一辈子赚的还多，所以你没办法比的。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一个观念就是怎么样？不是说今天简单的说啊，我看生技业绩好，我看啊传染业绩好，我就可以买啊。哦，我这样讲你就懂我讲的意思了嘛？那股票的命运是决定在哪里？天时地利人和嘛。那为什么会涨？说不出个原因嘛。就像一个人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你说不出原因吧？一个人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你更说不出原因吧？那这就是命运嘛。那你每天在那边看基本面、技术面，对，你可以说得过去。今天外资买多少，今天怎么买多少？但是有一天你要该要怎么出嘛？所以我陈老师，我常讲说。之前外资每天买航运，每天买航运，一个万海每天买航运买到300多块，他今天他回来买什么？他电子了嘛？那他有一天他一样倒嘛？只是说你今天你在自己做的过程当中，你要怎么去判断股票它本身它是不是有它的命数？所以我陈老师，我昨晚点了那个大家讲真侪股票，有当时有人讲啊，陈老师你讲的股票我早都卖掉啊，
那为什么我跟你讲了很多股票，你到最后会涨那么多？有人说陈老师啊，你打开你要讲的啊，没基本面啊，没技术面，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追逐啊。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我就跟你讲嘛，你就去文珠讲跋杯跋杯嘛，比你在那研究基本面更准嘛。对不？你红楼地，你去自然讲啊，博杯，这支股票会起未？有人讲陈老师啊，你来看股票，正常讲的啊，无咧起，即摆咧外资咧买呢，啊，这就是这个问题嘛。为什么？因为新民讲嘛，这个以后会起嘛。因为咧讲的时阵无量啊，新民讲这个以后会起啊，啊，即摆大家咧讲的物件。所以我陈老师之前我就跟你讲，人家当时四星 KY 300多块跌的十只跌停板的时候，我说你300多块你要不要买？没人相信嘛。现在变1000块了，为什么？佮博不会落嘛？你文珠讲，你佮博不会落，讲四星 KY 即马300外块会使买袂？大家拢看较歹，会使买袂？文珠讲讲新杯使新杯啊！讲陈老师，你是咧滚生球？哦，我唔是滚生球，对不？小英嘛是爱拜拜啊，对不？小英嘛是爱提香拜拜啊。挖滚生球，所以我陈老师跟你讲，就是说蝗虫人，你就注意这个人就好了。为什么？你不看蝗虫人，那眉毛会领撇，那叫领啊！啊，我讲话你不信啊？这种人很少哎、欸，你有没有注意过蝗虫人的面相？蝗虫人啊，他那两个眉毛啊，像个龙一样。我讲话人家不信哎、欸。蝗虫人，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知道这个人嘛？蝗虫人一抓起来，明星叫余山呢、啊。你这领两票啊，跟他领呢？那龙投胎啊，以前那个王永庆啊，那猴子投胎，猴王投胎的。所以你看那个蝗虫人，所以他有动物的面相，因为他两票跟他领呢。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眉毛？你有没有看过蝗虫人的眉毛？没看过、啊，你就注意蝗虫人，你不要管爱普。你看看这个谁会买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点出过来对毛阳明啊，点出过来对奈波阳明。创新高了，拉拉今年就134，对不对？电子股大家一直在买航运的阳明，不爱买电子的阳明，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来买航运的阳明，你都不爱买一个电子的阳明光。我一直跟你讲，以前在讲的时阵，哪有人咧秀人话？啊，为什么今仔大家拢讲好？我早就甲你讲，有当时咧选股票的时阵，我甲你讲，文珠讲跋杯三成杯，即摆无起无量啊，以后就起啊，以后法人外资就来买啊。啊，真侪投顾老师进前讲纺织，进前讲塑化，进前讲什么，今仔日拢得位，遐个拢无啊。进前讲瑞基、生技类股咧起的时阵，逐工瑞基、元刚、元展咧起的时阵，逐工元刚、元展，对不 ？PVC 咧起的时阵，逐工塑化。对不？纸类咧起的时阵，逐工纸类；航运咧起的时阵，逐工航运。今仔日逐工拢安怎得位？对不？这个物件就是讲，这个老师就变来变去，啊，变来变去。啊，你变来变去的问题是你敢会赚到钱？对不？啊，之前不是咧讲咧说话，哇吼！啊 ，PVC 安怎？啊，纸类安怎？瑞基，瑞基起到500外块，瑞基这股王也要看1000，现在剩50块。瑞基，信辉、信国瓦站，啊，这老师今天拢德维啊，拢讲德维站，拢讲德维站啊，下一支德维是哪一支？这种老师就跟老鼠一样的，跟那小老鼠一样的。纸类涨就讲纸类，塑化涨就讲塑化，钢铁涨就讲钢铁，这航运涨就涨海外王子。现在每天得位，所以我陈老师，我跟你讲，很多股票你不要看我讲，以前都没有人理我，真的没人理啊，这谁要理这个东西？你看这个，绝对是市长第一个讲的，我这个。第一，我以前讲没有量，没有人要哎、欸，没有人要的东西哎、欸，这什么啊？要陈老师在洗沙发，讲叫中国第一奖。你看这，你看每个都有，每个都有。一当中讲有人啊，陈老师啊，你这洗沙发算哎、欸，那人拢在选航运股，你在选中国第一奖。文珠讲啊，不会来讲会使买啊。
我无甲你滚生球，我逐届拢嘛去文主讲跋杯，跋杯咧会使买。陈老师人外七台外八台拢咧讲基本面技术面咧跋在杯。我跟你讲，郭董讲伊要出来选总统，伊嘛是问马祖部呢。你不信怪力乱神，我信。逐天的基本面航运咱300多块万，他一日买一日买，今仔日咧150未？你不要以为航运股、航运三雄不会再回到20几耶，对不？你无看即摆宏达电开始按个是20几变起来啊，航运三雄按20几起来，即摆都要落来20几啊，不然落到20几的宏达电即摆起来啊，这叫做啥？这叫股票好不好？你头壳较清楚的啦，你无逐工你啊基本面基本面啦，航运股足好个呢，航运股按20几块起到2300-3300，即摆会阁转来20几块未？对不？宏达电啊，清华股转啊6到20几，即摆好按宏达电爬起来到100未？我今日甲你讲啦，我今日讲一句话啦，人嘛是同款喊喊啦。风水轮流转啊，迄毋是甲基本面有关系。即卖人王雪红要调运啊啦，调运较重要，好无？你卖讲今仔讲基本面，啊，今仔行业是基本面是卖甲倒啊落甲安尼，钢铁，爱咧买，伊咧买，啊已经落啊，搁咧买，啊人即卖王雪红咧调运啊。对我，你就对人买嘛，不一定人家宏达电是撇一个100块、200块、300块、400块。但宏达电到300块的时阵，他爱长隆、阳明出来都爱剩20几。啊，你是要怎办？啊，你是调你要怎办？啊，讲啊，基本面来啊差啊济，这哪有什么叫基本面差啊济？这就是新民咧创的嘛，啊，你拢无咧问。每天這樣一直看基本面，一直聽多少台多少八台，一直看下去啊，還繼續買航運啦，繼續買鋼鐵啦，對吧？人家宏達電人家起價都起價，有一天宏達電起到300-400，你都起價，你就看人一直起。我跟你講，那個有時候漲上去，它自然那基本面就跑出來了，你知道意思嗎？啊，我說你知道意思嗎？你看那個現在這宏達電還虧錢呢，那怎么长成这样子啊？你管着！我跟你讲一句实在话，你20几块的阳明、长荣也在亏钱了。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20几块的长荣、阳明也在亏钱？你知不知道这个事？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买长荣、阳明？对啊，我那时候买长荣、阳明20几块也在亏钱了。后来呀，长荣、阳明涨到200多，是不是赚钱了？就对了嘛。你现在看宏达电是不是亏钱？对啊，它现在涨上来了。等到我跟你讲，它涨到200块、300块的时候，你就知道宏达电赚翻了。我跟你讲，有很多事情人家都早就知道了。所以你看这位数，真的是自己在挖沟，这个股票拔不起。然后就今天大家拢在讲啊，秘书啊，秘书哪有人在讲？秘书哪有人在讲啦？今天呢，元宇宙。这哪有人在讲？陈老师啊，一直在拔杯，拔杯这个会起。你拢在咧跋杯啊，这落去，这个位置很低，米索这去就无去啊，你今仔拢袂掉啊！你看这个之前不是讲吗 ？Oh my god， 戏码之后谁会是上之前全力冲刺，最后刚无讲啊？陈老师还袂去啦，30块尔，今仔无去。对哇，这甲你讲，通家的继承者华讯，佫抬到60几块呢。陈老师啊，这股票是安怎来抬到60几块？你看，今仔佫要100。你看，过来啊！你看看这个，我讲了多久了？讲多久？再买不就是一样？今天金鸿又来撞金高，来看189，这刚没讲。陈老师这以上啦，跋不起就是面软股票，已经进去邦交大国，这前两天没讲，这没讲，这也撞金高啊，会死机啊呢？四只很诶，3.8亿。哎，陈老师啊，你讲迄股票我都无解，无爱买。我今日甲你讲一句话啊，你逐工咧听迄啰吼基本面吼，你听解，你听解迄啰啦，我甲你讲啦。基本面我来讲，有一工你听解你会迄啰啦。
会伤心嘛。基本面你知道，听到你有一天你会伤心嘛。哎，陈老师来宏达电，哇，我这样讲真的啊，这个你不要小看王雪红嘞，他这种，他跟这个黄崇仁，我跟你讲，这宏达电啊，他想要干什么？我今天就给你写一张，哎，你不要看他现在业绩是负的，我今天就给你写一张，他现在是负的，对不对？你就看这个，我跟你讲，他就像之前的航运一样，他现在才四十几嘛，他涨到四十几啦。40到50了嘛，齁、哦。我就跟你讲，他从二十几上来，我们算30上来的嘛，对不对？你不要看他现在，他想干嘛？这宏达电想干嘛？阳明光也是元宇宙啊，位数也是元宇宙，我早叫你买，这要是我不爱买阳明光。我就跟你讲，你慢慢看嘛，宏达电，接下来就电子股的天下，来，你慢慢看会不会这样子再这样子，变三位数再这样子。以后我跟你讲，你小心它到这边的时候变成航运股跌到剩下20元。航运啊现在200多啊，变成有一天变20几，换它到20，换它变成200多。不可能，我跟你讲不是不可能，是可能，而且绝对可能，因为钱都在哪里，就在这边飙着飙着飙着飙嘛。钱没在那边就一直跌一直跌，你不要一直在看基本面了。船上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不知道要飞个。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爸妈就跟你讲，从小就跟你讲，你要念台大、交大、清大嘛。基本面，因为人周杰伦啊，念这淡江中学，探个病鬼。你念台大、清大、交大，你也探个病鬼。先给大家一只股票，你就注意就对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叫你注意，你就注意。我跟你讲，你不要说陈老师啊，你那种低档的股票哦，以后不会大涨。我跟你讲，绝对是业绩大爆发啦。你慢慢挂，记股票你就记住，龙龙旺旺，昌旺昌旺，36XX才2亿的股本，2亿。而且我跟你讲，你以后等到有一天啊，你像这个啊，陈老师哦，我这是什么总共啊？陈老师啊，这都会去。这会涨，我跟你，我真的，我讲的是真话了，我讲的没有人注意我了，我都有给你暗示，好不好？你说我没暗示，陈老师，你有哪有暗示？我这样没暗示，一起咧怕会哦，你安尼无暗示，安尼无暗示，哎，各位啊，安尼无暗示，安尼无暗示，安尼无暗示，这样没有暗示吗？这样没有暗示，这样没有暗示。我告诉你，我给你暗示，你就慢慢看。我给你暗示哦，我已经给你暗示哦，你慢慢看，未来业绩会不会大爆发？我陈老师讲句实在话，2到3倍啊，以后啊，我跟你讲，你连追都追不回来，你连追都追不回来。我跟你讲，我没给你暗示，今天这一份资料把电话打爆。有没有听到？一定要把它带回去，把电话打爆。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SBN 财经台，2022荣耀回归，就看第四季888长虹专案，让您信心十足，一路长虹。长虹专线02-8511-3366，02-8511-3366，鼎业投顾。Live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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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直播，定上线上线。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静心思考，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各位投资朋友，都卖了对不对？都卖了啦，有没有个暗示嘛？你自己猜有没有暗示啊？长投资啊，有没有暗示？有没有暗示啊？啊，有没有暗示？有没有暗示？我问你，有没有暗示？电子里面的阳明有没有暗示？有没有暗示啊？都卖了啊，有没有暗示？有没有暗示？都卖了齁，好好把握这一份资料，打到爆，要回去，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